物理技术是武警部队执行任务时，在不能或不允许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制服罪犯的主要手段之一。随着对敌斗争和治安形势的不断变化，给部队的情敌技术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根据历年来学校教学和部队的训练实践，总队首长指示要改革部队训练结构内容，提高干警的专业技术水平，情敌技术要向更高的层次发展。我们根据首长指示，以总部总队两支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为指导思想，本着实用易学的原则，在原情敌技术教材的基础上，参照有关资料，创编了一套情敌技术改革项目。黑龙十八手，经过反复多次的设计修改，拟出了十八个实用简练灵活多变的狙击动作，并以此为基点设计了基本功、拳术和拆解对练动作，训练结构和内容前后关联，动作要领触类旁通，呈现了一条龙的训练体系。格斗姿势为立姿侧身拳掌式，手法分防御型和进攻型两类，这是防御型，击肋扣带，侧步搏压，斜肘扣带，这是进攻型的直拳、摆拳、勾拳。行走，白走，打走。腿法分单一型和组合型两类，这是单一型弹踢，勾踢，截腿，小膝，组合型勾铲连环腿，截蹬连环腿。倒地法分停止肩和行进肩两类，这是停止肩的前倒、后倒、后滚三，你这是行进间的肩滚三，一跃前滚三，前扑，腾空侧判，黑龙十八手是整个狙击格斗训练的代表拳术，由十八个不同类型的狙击动作组成。青龙探倒，龙女照镜，怪蟒翻身，月底偷桃，踹腿锁喉，玉龙盘腿，截肘扣带，黑
黑龙白爪。黑龙白尾。金银双钩。瞒天过海。金鸡独立。龙盘玉柱。鱼龙出洞。野马奋蹄。班长推杯。鱼龙入水。整套动作招式清楚，朴实无华，动作幅度不大，简练易学，比较适合战士们学习掌握。拆解对练是把拳术套路拆开，将拳术中的每一招法由两人配合进行模拟实战的演练，同时研究和掌握圆形动作的各种变招。青龙探爪，这是适合和各种凶器的动作。这是变招一。这是变招二。龙女造镜。这是变招一。这是变招二。怪蟒翻身。这是变招一。这是变招二。假如基础不成，可以马上变龙女照镜，月底抽桃。这是变招一。好一个羊摆头。这是由后主动袭击的方法。看来罪犯的世界是一片黑暗。这是变招一。这是变招二。巨龙盘腿。这是变招一。这是变招二。哦，好狠呐、啊、铁肘扣带。这是变招一。这是变招二。黑龙白爪。黑龙白尾。好一个后扫堂。这是变招二。金银双钩。变招一。白爪击面。变招二。瞒天过海。这是变招一。这是变招二。金鸡独立。这是变招一。这是变招二。
这是由后主动擒敌的方法，罪犯非死即伤，看来没什么变化。屠龙出动，变刀一，这是常见的方法。不用了，这是变刀二，这条腿算完了。野马奔袭，变刀一，变刀二，撞地，单打推飞。变刀一，好狠呐、啊！这是变刀二，这条胳膊就算完了。骑龙入虎，这是变刀一，这是变刀二。改动作改革的同时，我们还进行了器材的改革，研制了26种击打器。吊带梅花桩，球带训练架，桩把，树桩。吊人很好地配合了格斗训练，提高了训练效果。由于我们经验不多，时间仓促，在改革过程中一定会有许多不足，但我们相信有总队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，定会逐步完善我们的改革成果，为保卫祖国北疆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